夕阳是时照的奥运。好、哦，够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拖草机。怎么吹啊？你按一下。按一下那个拍照的那个按钮。哇！哇！浪漫的人啊！浪漫的人儿、啊。哒啦啦哒啦哒啦。八，请您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较长口。重庆，轨道交通，重庆轨道交通，重庆轨道交通出口。小朋友，重庆话说出口怎么说？出口。这个重庆火锅怎么说？重庆火锅。啊？好久没说了。好久没说了。这么说火锅啊，重庆火锅，重庆火锅，谢谢你啊，对吧？是谢谢你是这么说吗？他长啥样啊？当当，长这个样子。排骨吗？还是什么？冰淇淋 ，baby， 他做了一个冰淇淋，就是像你做好就是这样的嘛。可以的。要什么口味？看一下嘛。香蕉。香蕉的。我爱吃香蕉。我会做，但是不会飞，做出来是一样的，可不可以？来得好吧，喝这个吧，茉莉奇茶、西木茶。雕一个贝壳，没有贝壳，我们这个是雕动物。对，羊呢？有没有羊啊？这个是羊。哇，还真是。那绵羊有吗？没有绵羊，只有山羊。好吧，那买这个吧。一牛，你真的好厉害。一二三选一个数字，一二三选一个数字，对，一吧。一是五元钱，然后放在五元钱全部下去走吧，妖名鬼屋来报名吧。走吧。你们来，走吧。这里面有那个追杀什么的吗？追杀，就是这里面直接进去看就可以了。那去吗？走不走？你走，不怕。马上就去抢库，吓人吗？别吧。哎，车里面插钱的袋子。等一下，我也有点害怕。你先等一下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。没事。我们先做一下心理建设。
在车里面插着。啊！你们谁不怕的？来一个人吗？董泽，你怕不怕？董泽。Go！你们刚刚在鬼屋里面不是拍我吗？都去哪里了？拍着呢。是我，对不起，是我。我有着急，我拍了。我进去就直接啊！